Yeah. So, what's up? 这次的就是跟之前的不一样，是个类似三明治的东西。我感觉这次面包好吃点，看着。可能没有那么油腻吧。对，而且是咸的应该。拿了个壳。我们现在再去观鸟滑坡的路上，然后坐一个半小时的车程，我们大概2点多快3点左右到。我们今天睡了一个大晚觉，补充了一下元气。怪你玩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快睡吧。拜拜。 我们现在先打车去酒店，先放行李。跟你说个很残忍的事实。怎么说？就是那个酒店啊，要爬一下。没事，我喜欢。你要搬着行李爬。要搬着行李爬。 对呀，你不搬着行李，车上不去啊。车上不去。对啊，它只能停在山脚，就是抬着行李爬上去，就是山顶才能够放行李，才能到酒店。没有关系的，我觉得你可以。哎呀，那你给我一点爱的力量。好吧。辛苦你了。无法。而且我们的行李还挺重的。 这边全是石子路，开起来颠颠簸簸的。辛苦小林星小猪仔。我操，还说不是楼梯，太恐怖了这里。加油！好好好。我们终于找到了，太难了。 这里才是林夕要挑战的阶梯。Hello， 我们成功的爬到了我们的酒店。好难找啊，又难找，又多阶梯。对，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无敌大景观，好亮啊这里！光圈调到22。 无敌大景观，一张大床，一个大镜子，电视和复古的衣柜。这个就是普通厕所了。但是我其实当时看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很挺旧的，我以为是，就是挺不好的一个厕所，它结果它厕所还挺干净的。这家真的非常火，就指定到了一天，之后的前前后后那些都没有时间了，刚好被我真的订到最后这一天。 出了名的难找，这个车子真的进不来。其实小道上只能是人走，真的很陡啊，真的就是这么陡的，这么陡，<笑>这个都翻过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差点翻过来了。然后我现在带你去吃烤鸡。我操，快点快点！关了华托最出名的烤鸡。真的？对，整鸡、啊。我们就点一半吃不下了。不，晚饭吃不下。整鸡。晚饭有更好吃的。哎，这不是晚饭吗？走吧，走，我们准备一下。 耶！啊，我们要走到了。我去看一下。堂食的话有那个1.配菜送，它半鸡才7刀。我们点了个半鸡，然后他送了一个就是一些配的蔬菜跟米饭，还有一些小辣椒。这个是那种像是蘸料吧。 还不错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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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偏酸的那种，纯粹比较开胃，好好吃，大家。我尝一下 Grace 的方法，用辣椒配鸡。辣特合适。辣椒加白菜加肉。辣椒好好吃，白菜也好吃。嗯、辣椒，还有风味，还不错，就点 half 就行了，不用点 full。对，如果太多了。两个人的话。对。
哇，米饭好吃吗？我这米饭是最好吃的，不是湿湿的，不，很有调味，是那个他们湿湿的米饭，那个是好吃的那种。这米饭好好吃，我出乎意料，我还不想吃米饭来着。很爽啊，吃着烤鸡吹着凉风，好惬意。等会还要去买水果杯，还有快乐肥宅水果，还有我最喜欢吃的辣椒，还有我最爱的梅。下一站就是在旁，就是那个接吻巷就在旁边。那我们接吻巷见了。对，接吻巷见了。买个水果杯。这个狗没有牙，但是这条是去皮皮山必经之路，刚才把我们两个吓到，它叫得很厉害，而且没有拴绳子，可是它没有牙，所以说还好。吓死我了，走不动了，比爬金字塔还累，真的比爬金字塔还累。为什么比爬金字塔累？因为金字塔有个头，你知道你爬那个阶梯的时候你就到头了。这个我们不知道哪里是头。累死了。Grace 累到吐舌头。小猫咪啊。哪有啊？哇，好小啊！啊！我说 Grace 小姐姐来，我就要走了。但是我不上当，走，走吧，继续，看看有多陡。我们现在去吃饭了，又去吃饭了，去吃好吃的，晚上可以来看夜景了呢。但是说，听说这里晚上皮皮拉沙很多小偷。真的？对啊，所以我们要加倍小心啊。吃什么呢？墨西哥菜。OK。塔可，墨西哥菜还挺合我们胃口。This way. OK. 干嘛？打劫。打劫？没钱。劫色。没有色。到了，来吧，进去，应该有位置吧？看着不适合。对。那个饭店要预约的，我没有吃到，所以我预约了明天2点钟，然后现在先去吃别的好吃的。我们先找个位置坐下来找。好，这给他。但是他那个在装修的，是还挺漂亮的。这不是装修。那学生累啊，爬不上去啊，那些楼梯。学生每次爬了这个楼梯之后，就没心，就锻炼了，没心机，所以说他们没有体育课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不想上学了，好累，就睡觉了，上课。你喽？拍照是吗 ？OK。我们终于决定下来吃什么了，找了一家 Love and Rose 在附近，是吃法餐，去尝一下。改口味。
可以改改口味。到了。我们进来了，进来来到了二楼，这里不知道是怎么点菜，没有人，没有服务员，唯一遇到个人叫我们上去坐着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来点菜了，所以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拿菜单，还是以为应该在楼下点，不知道，因为楼下有一个甜品站，然后很多人在那边排队，然后点的甜品这样子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主菜也是在那边点的，然后现在 BB 一脸 confuse 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我们成功拿到菜单，又看不懂，这个是法文的，真的啊？对，我们已经成功点好菜了，这里点菜太难了，就是我说英语他也不懂，然后他只知道西班牙语嘛，然后我们就用手语啊，或者是查字典啊这样子点，就很尴尬，但是也点好了，我们点了一个三文鱼大里面，再点了一个牛排。然后 Grace 点了一个 smoothie 当喝的，好甜啊，说不出来的味道，奶甜应该是用奶，但是喝不出来什么水果呀。我来吃啦，它都是煮面吗？就是包起来的意面，就是那个意面皮，像饺子皮那种，然后里面包的是那种馅的那种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对，还行哎，为什么它有股塔可的味道？海鲜的味道。因为是三文鱼啊。我吃到了虾的味道，还行吧。那你尝尝牛排。好。酱汁是偏酸的，酸酸的。牛排好吃，很鲜是吧？嗯，牛排好一点还是意大利面？牛排吧，哎，好吃，你喜欢？嗯，牛排太柴了，这面好吃一点，汁水完全靠那个酱汁撑起来。这家店中规中矩，不算难吃。我的那个意大利面都没有吃到三文鱼，也有三文鱼碎屑了在里面。牛排还 OK， 我喜欢它里面的酱，然后它沙拉也拌得挺到位。这家店应该是甜品比较出名，但是我们已经吃饱了，所以说没有机会了。我们去走走，然后消化消化，说不定他等会又要买。这就是 Grace。不行吧？可以。为什么不要我吃？当然，吃了多给你吃。算了，其实李宁星说的是对的，就不应该让我吃，因为我最近胖。我没有让你不让你吃啊。不是，我说你经常说我吃太多是对的，就是 我没有说你吃太多。就是你就是暗示我说我吃太多，或者说暗示我说我胖了，其实是对的。我没有。就是我，其实我应该真的好好考虑一下减肥。我靠，冤枉了，冤枉了。不是，重点不在你那里。那你就别加这个前提吧。可是就是你，这个前提重点还是我。这个前提也是这个是因果关系，你懂吗？我不想成为那个因啊。你不想成为因，因很帅的。嗯、你啥？你是猫吧？这是因啊。因，你个大头鬼哦，猫头鹰吗？你是。好吧，那我们吃完然后爬夜景的 PP 山吧，拜拜。半夜爬山变成一个丛林探险节目，这里好漂亮。我们到了，成功了，宝贝，耶、yeah ，好美啊！给大家看一下。你也在看夜景啊，你好销魂哦，你踹个不停啊，这人啊，这只狗走了、啊、我们家就有夜景啊，那我们洗洗休息。今天是第几天啊？今天是倒数第二天，就明天是最后一天、嗯
好吧。他明天晚上9点的飞机。8:50。别记错了。哇，回去好多事情。Reading Week 本来是一个补作业和赶进度的一个一周，回去又要很多作业，还要上班。还有剪视频。还要剪视频。吐了。旅个游后面的代价。拜拜。